上帝是一个奇妙的天父，伊关心咱每一个来到伊面前的人，每一个属伊的百姓，伊对因每一个人有过有真有特别的感情。咱做伙来敬拜阿乐伊，因为咱服侍的上帝是伟大的神，因为伊是万王的王，万主的主。咱做伙来敬拜阿乐伊。将一切的荣耀拢归乎伊，伊的稳定充足，超乎咱想象。因为伊的慈爱永远长存，因为伊全然圣洁，因为伊是圣洁的主，咱要高举伊的名。